我要倒完整罐脚水，整罐。OK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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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所以现在是凌晨的3:03，要快速进入主题，因为实不相瞒，真的是快要睡着。我感觉我黑眼圈已经掉到这里了。我做完这个史莱姆，黑眼圈就在这边，看到吗 ？Yes， 昨天我就去看 Trump 的 video， 我就找到了这个。这个封面一看就是假的，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把它做出来。我就去特地买了2个。Oh no！ 它的桶是紫色的。哦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它的桶是紫色的。还有，我换了桌子，耶！哦喂，我要开这个灯呀！ Yeah! 有没有？有没有气氛 ？Oh my god， 好像没有。可是 ，Oh my god， 我看到壁纸很发亮耶，有点吓到我吧。Anyways， 真的是在发亮，这样子关灯呢？喂，关灯，我闭着还是在发亮啊？这样我就开灯了。耶！我要倒完整罐脚水，整罐。哇，吓死我啊，个棺材脸要整个掉下去。哦，你们人生中遇过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最尴尬，可是很尴尬。有一次我就去 Pavilion， 去 Pavilion。Pavilion， 我就去试，去我就。突然间进了一间店，然后我就去试了眼镜 like 那个墨镜，然后戴过啊，我就很开心很开心，我就跟我表姐在那边聊天，就如果我要把那个墨镜放回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很靠近那个 counter 老板坐的位置，然后我脱墨镜的那一瞬间，然后我就手滑，然后我就整个墨镜掉去地上，有声音的那种，然后那个老板瞪着我，然后我就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出去。OK， 他应该是好了。可以，这罐小子我也是要加完。啊！哦，拿到我的根。我妈5:30要起来工作，然后她就会看到我在这边做史莱姆。当你是一个母亲，然后你一开你孩子的房间门，看到她凌晨5点在做史莱姆。如果这个东西掉下去，这个盆里面我会，我会哭到很大声。洗发乳，我真的是没有帮潘婷打广告，可是它出现在我很多影片里面哦。你可以赞助我吗？ So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.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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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器，就是 Colgate 牙膏。我
你们有听邓紫棋的秘密吗 ？Oh my god， 超好听的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啊！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和你。我还特地为了这个影片去买一个 double mino。我找不到粉红色的裙感，所以我打算后期 P 下去。而且我也不觉得我会吹到那个 bubble gum， 我人生中是没有吹过一个，我没有吹过 bubble gum 是一个圆圈的，我不懂那些人讲做的，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吹。Oh. 觉得很便宜啊。烦啊！我画一个 love shape， 哦 ，love shape。其实还蛮好看的。我的手好回了，就上次有一个影片，我不是讲我手90度掉下去厕所那边，然后熬到了没？好回了，虽然没有人问，也没有人关心我的病情，也没有人关心我。还没有成型哦。下次如果你们遇到我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过来给我拍照了，直接过来给我拍照，真的不需要很害羞，然后不敢问我，因为我是不会吃掉你的。如果你们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看着我，就会尴尬的快速走掉。成型，我不可以太大声，因为我妈在睡觉，我爸爸也在睡觉，我姐姐在做运动，她在摇呼啦圈，凌晨4点。啊 ，you。我换了桌子，耶 ！Oh my god， 太多 update 了。这个 video 里，我不会再卖史莱姆了，我不会开史莱姆店。
飞。OK。哦。他那个 bubble gum 上面的牌子是 Uba Ruba。啊！突然间发现他真的是 pick 到很厉害喽。他将切开那个 middle， 然后把那个史莱姆从中间放进去。我要切掉它的中间。所以我吃捧飞了，我真的是吃超多的，然后就整个脸都肿了。现在所以我们要来喝珍珠奶茶。 Cheers。 什么？这个不是珍珠奶茶？它外表是一堆珍珠奶茶，可是它里面是白开水。你们看到吗？是白开水。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 OK， let's do it。 热，我觉得我是切不烂这个东西的，所以还是流出来。我对路有阴影了，那时候做完那个影片过后。哈哈，我来了。它融到我的脚了，它的 glue。哎，冻到水啊！为什么这里会有水？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，哈哈。我妈四点多就要起来，所以我要在他起来之前睡着，不可以让他发现我在玩史莱姆。哟，我觉得我要加一点喷茶水。为什么我三点多还在做史莱姆？有人可以给我答案吗？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东西？来我就拿到 camera 堆了，我直接的口香糖，因为它是蜡笔小新的口香糖。哇，蜡笔小新，像不像蜡笔小新？很蜡笔小新啊！我一看到就看到眉毛。不要在我房间睡觉，凌晨三点吹口香糖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真的，真的可以吃的吗？哟，我也不要在那边看不到 focus， 哟。吃下去啊！你以为我傻？真的啊！为什么亮脸了？我没有在享受哦。我刷牙呀，我忘记了。哎，我已经吃下去了。是不是吃下去？它融了。我会中毒啊！我不知道，自然的。它真是被 perfect。我傻没？融了没有？骗我的员工骗我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吹了。我们接着那个 slime 的部分，然后那个武器披上去。Oh my god！ 那个口香糖还粘着我嘴巴哦，已经刷牙哦。六，六水哦，这个珍珠奶茶。能不能喝水？你这很蠢的，这你的手要怎样把它拉出来？这我们又要把 slime 放进去。谁要买？没有，开玩笑。
了。姜多喝，哇哦！所以你们记得一定要去买，一定要去买哦。没有买的话，我的手断掉就没有医药费哦。嗯，影片的是我做过最辛苦的影片啊！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弄好时间不重要，要洗手。如果你是不打算把手含在嘴里面，你是可以基本上不洗手，因为它是很干净的。前提是你不要把时间含在你嘴巴里面。请最后放个黑人问题。